你嚟揾大錢，跟唔上咧都揾細錢，細錢都冇品行。如果你揸住我嘅千幾兩千金嘅咧，對唔住，你賺唔到大錢。但如果你揸住我養三萬筆嘅，你賺到細錢。因為點解咧？你哋全部都係頭一波落下區，有冇揾車我唔投得咯？我第四先啦。係。陣間就了解下落街區，而家嗰個方向嗰個動向全部喺邊度啦？亦都好多人講，我嘅物咧喺邊度啊？陣間嘅網上同你哋見面。OK， 這個網上用我仲未 send 俾佢等下先。所以錢咪過百千咯，哇夠咯，可以啊，定幾多嚟啫嘛？即是講講笑啊！要乜描述少啊 ？Q Q 人講笑啊！老細啊，好，可以上啊！我全部 send 埋到啊！我正 send 嗰個 link 俾你，頭先唔記得咗冇。OK， 今日係咩？而家可以啦。今日開埋你嘅樣出嚟，跟住我睇你靚仔咗，仲係老咗啊！OK， 冇啦，拜個年啦！拜個年咪講一講 Lost Cargo， 而家我哋上喺咩平台咗？今年係要點做咗？五分鐘啊！OK， OK， 嗱各位喺度呢啲大哥係咪？唔係怡寶噶，沙巴、沙拉瓦、新加坡都有啊。講到五分鐘上可以開始，可以對基本動作用咧。先在我未開始之前，我介紹一下我嘅朋友先啊。打到 Eric Chin， OK， 係我哋另外一間合作嘅公司合作推廣 Lost Cargo， OK， so。好多人都識咗佢啦，有啲人未識，我想揾打個招呼，拜個年好唔好啊 ？OK， 各位朋友嚇，恭喜發財啊！龍哥今年啊，元宵節 ，OK， 都我好開心咧。今次啊，幫自己嘅合併啊，兩間公司合併 ，OK， 所以我喺今年咧，2022年咧，將會大力推廣呢個 Lost Cargo 做咩咧？做線下支付啊！咩叫線下支付啊？咁樣成一通常好多人咧都要用 cash 嚟高俾錢，啱唔啱啊？你俾你買嘢啊，打包嘢啊，都用 cash 嚟嗰啲就搞掂啦。如果 hello， 自己做咩冇一聲啊？有啊，冇啊。啊，有翻啦。hello， 有冇啊？做咩咁樣嘅？你走啊！Hello，OK，OK， 喺三月份咧，下個月咧，好快啊！喺東馬啊，沙巴、沙拉瓦啊，有幾百間嘅商家係接受 Lost Cargo 嘅支付。試諗下，如果我東馬行先，用攞手機啲二千副錢出去玩啦，都接受 Lost Cargo 嘅。
跟住咧西馬又嚟啦，繞全馬來西亞有幾萬個商家係接受洛卡開嘅支付，剪頭髮、洗車、換帶啊，乜都得，乜乜當又得，係嘛？食煮炒啊、飲酒啊、KTV 啊、剪頭髮乜都得噶。如果你係嗰間鋪頭嘅案啊，你有咩諗法？你呢個攞卡片係乜嘢嚟㗎？點解咁多人攞攞卡片嚟過數俾我？你都發成咁樣嘅，跟住隔一日咧又可以幫公司 claim 翻現錢嘅喎，因為我負責呢個 department。OK， 所以商家係接受 loss card coin 嚟支付，跟住隔一日咧商家幫我公司 claim 翻現錢，好自然嘅商家嚟講話。如果呢個幣啊，呢個錢規咧，可以咁流通咁大嘅交易量啊，一個嘢係改變唔到嘅咩咧？嘅價錢一定嘅，啊，股票一樣啊嘛，股票每日好多人要買埋嘅，好多人都要買嘅，肯定起嘅。所以我 start point 喺2022年咧，我唔敢講多啦，我個人目標價啦。咁龐大嘅交易量啊，$2到$3一啲問題都冇，美金。所以依家我哋已經係成功上咗呢個 AMPM 呢個交易平台。我希望大家盡快開户，因為呢個平台咧係公開交易嘅，都自由買賣啊。有人掛賣喺五國前以下盡量掃貨，五國前以下盡量掃貨。點解？因為我3月份將會喺東馬。啟動呢個線下支付嘅部分，都幾好快咧，就會上到最少$1到$3之間。如果5個前賣，一兩個月後賣$1 OK 喎 ？OK。OK 啊，啱唔啱啊？如果你5個前賣1000，三一頭半個月$1賣出去，1000變2000，你一倍啊，係嘛？呢個係已經係擴充咗嘅，啊，因為我上12月、12月份咧，我喺東馬咧。做過百萬嘅業績 ，OK， 粉絲已經有咗啦，我真已經有咗啦 ，OK， 所以等我啟動嘅啫。三月份我同積傑咧同你講東馬，要啟動呢個我啫 ，OK， 譬如我又可以呢個樽，就好似德成哥一樣，我發行可以咧兑換嘅一個係 ，We accept lost card，OK，OK， 我哋嘅票身已經啊攞到齊啦，我又請我哋嘅票身，我哋嘅靚仔票身啊，等等我啦。听到冇啊？大声啲，唔够大声。唔够大声啊？啊 ，OK， 听到啊 ？OK， 听到。系各位，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新年快喜，身体健康，一帆风顺啊！冇回应啊喂！冇回应啊喂！冇回应啊，好尴尬噶咯。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 ，OK， 哇，全部捉到唔捉紅心嚟，全部 Lost Card 嘅粉絲啊，仲睇到我冇？有，梗有睇到你啦，咁靚仔啊！全部 Lost Card 嘅粉絲到齊啦，一部分啫，唔係我全部啊，係一部分啫呢度啊！歡迎大家，歡迎大家，歡迎大家！好啊啊！咁今日除咗幫大家拜年之外咧，主要咧都幫大家分享下我哋 Lost Card Coin， 已經上咗一個交易平台。咁樣依一個資訊咧，阿達多啊、阿 Jacky 大哥啊，嗰度都清楚咗噶啦。咁樣就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去註冊一個户口，喺我哋嘅依個 Exchange 嗰度可以直頭做一個交易。咁樣就好似頭先達多咁樣講嘅 ，OK， 我哋應該係月尾 ，OK， 會過去東馬。咁樣就會再同東馬嘅朋友再分享我 Lost Card Coin 嘅依一個部分。咁樣連續落嚟咧，咁樣我哋就會陸陸續續咧就會響其他國家發展我 Lost Card Coin。咁樣就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而家目前 OK 仲一個比較低價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嚟購買我 Lost Card Coin。咁樣咧就可以透過我哋交易所嗰度咧嚟賺賺翻啲錢。OK， 唔係講會有一個好大嘅財富，因為係需要啲時間嘅。因為啲 coin 咧，基本上咧，佢就好似股咁樣樣 ，OK， 係需要時間去 build 佢嘅依個價值嘅。不過我可以俾大家清楚知道，就係 once 我哋嘅 Lost Card Coin 價值有咗之後咧，咁樣樣依個價值飆升嘅時候咧，就係大家賺大錢嘅時候啦。
所以咧，我就希望大家就冇錯過依一個咁好嘅機會，OK， 同我哋一齊繼續成長，繼續努力 ，OK， 咁樣我就再一擺祝福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啊！唔該曬，唔該曬。好啦，就交翻俾阿特多啦。好，多謝你，袁生。唔該曬，唔該曬。好嘅，大家都玩 OK， OK。新年恭喜發財，新年快樂！恭喜發財啊！多謝恭喜，爭好個紅包啦，因為我今年未結婚。係，我今年都未結婚啦，今年未結婚啦。OK， 謝謝也恭賀在線的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財源廣進。今天呢，是羅斯卡快可以跟各位講。正式的进入海威了，我们还会连接很多很多的产品啦、商家啦，你们套现已经不用讲了，你们去平台买卖就好了，你们要卖什么价钱放上去人给你买，但是你不要放五块钱啦，暂时不会再用五块啦，这你放上去是大盘爽的啦，你放上去我们会一直推高它，怎么推高呢？就是刚才他不所讲的，有了需求肯定会有价值，对吧？没有需求怎么有价值？现在需求已经有了，商家在接受了，所以我们最推广，我们不单止只是沙巴沙拉哇，印尼我们会重新启动，因为我们给世界偷走了两年，这两年呢对我们来讲真是非常的开心的，为什么？休息了两年，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对不对？所以今天希望透过你们呢，这个老师之后呢，三年快乐，路上路上有没有想要路走上海吗？哎，整个节目路上呢，大家就不保持啊，边个未吹成身杀菌嘅咪，快啲吹成身先。因为我不想跟 Omicron 做朋友 ，OK？ 如果你再惊的话，你就吸两啖落去，吸两啖啖落你口落去，俾佢杀杀杀。咁咧，除咗呢啲嘢咧，过开十五号咧，我希望各位多啲留意一下我哋 Los Carcoy Group 啊。其实我们已经对接很多间公司了，我们一路一路会放消息出来 ，OK？ 一路放消息出来，你们去了解了，跟住我们会开箱教你们点样去注册。咁如果你真系唔识嘅话，你哋抽时间上嚟我 office，OK？ 上嚟 office， 我嘅靓女会教你哋点样注册。因为点解咧？千祈唔好讲一句话，借机你帮我埋啦。我不是不帮你买啊，因为我都要买啊。各位你知道我揸住脚咁开冇？四个一个人啊，上边边个开冇啊？嗱，各位，其实大家企住呢度，坐住呢度，系咪想搵钱啊？系。咁包括我想唔想搵钱啊？我努力咁多年，我出咁多钱为咩啊？搵钱。Yes。咩都掌聲，揾錢。所以今年係攞家居衝緊嚟啦，除非我美坤搞我哋啦，搞我哋我哋就冇辦法啦，但應該唔會啦。所以我哋跟住落嚟就去沙巴、沙拉哇、印尼。我原本過年點樣講咧？飛喺沙巴、沙拉哇，我就想飛緬甸嘅緬甸啊。我的头两公婆中了 Omicron， 这地里暂时还是不要来先，就很懂得，因为我被咬一班你的，所以老师家看，冇谂住你哋咁寂寞，你知冇？我哋唔寂寞嘅，陈德明，呢啲嗰边嗱啲搞到我哋寂寞，所以而家开始我哋唔寂寞啦。跟住过开听日，啊，你哋留意你哋嘅话 ，OK， 好唔好啊？千祈唔好讲我跌到三蚊嘅时，你讲你唔识买啊？因为我咧揸住超过个亿粒，我自己要快快卖，
我會請十個財富嚟幫我買。點解？一粒三蚊，我要一億粒，你知我叫咁樣講？我得都唔睬你咯，我朝頭早去香港啊，講咩廣東點心食點心啊？阿楊晶喺度，誒阿楊晶嚟要牽來一條，有冇啊？所以記得財富自己辦啊！咁唔識咧，我哋有人教你哋，冇問題嘅。我咁我飛。三月十八號，2020啲人啊，2020三月十八號冇閂到一入門，因為 COVID， 我哋都開業到而家。我哋呢啲全部保護住嘅，啊好多硬啲知道嘅，為咩啊？因為我睇到呢個咗，我看到了。各位你們看到嗎？看到，看到。Lost Carbon不止這樣的，還有很多啦。线上线下交易平台，你接受他接受，你可以卖，你可以用，什么都可以。我们要做到这样，什么都可以。加上大成功，哎，你有收大成功冇啊？有唔有啊？啊，有边个电台有收大成功啊？举手啊！哎，一个啫，两个啫，三个啫，仲咧？四个啊，五个。嗱，各位一得就高，你哋唔知嘅咩？啊、如果现在你有钱，你有钱，你我出外国，你的党别跟你说我要买间屋，你马来西亚过千万都没用，你搬不过去哪里买屋。但如果你有亏呢，发达了你，这里的亏去到那边一卖，一百万卖了它，那边一百万买屋，神不知鬼不觉。政府想抽你钱都抽不到。呢啲遲一步啦，揾到錢我帶你嚟換，OK， 好啦，先謝謝各位啊，今天百萬中抽出時間出來參與我們這個樓卡世界的老神大會，來我們預備一下哈，將你們聊一聊五分鐘啊 ，OK。Good morning， 老師。Okay， 各位，老师需要一点点时间在准备了，像我大概我拿五分钟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Lost Car Coin 这前景在哪里，好不好？好。OK， 第一，我们会启动跟一间公司配合，怎么讲呢？各位，我想请问各位一下，一个人的健康从哪里来？健康从哪里来？自律，还有呢？日积月累，将日积月累起来，对还是不对？你知道吗？有对有错，对吧？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对吗？可能两三年后，喂，我识你识一两年都冇好嘅，咩理由啊？唔知。就好像现在你买一辆车，有说明书吗？有啊，有啊。买一辆摩托有说明书吗？有。有说明书吗？就你妈妈身体有给你说明书吗？有。各位。各位，这个很重要的哦。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的说明书在哪里？健康，你怎么能够找到你的健康？你的说明书是说什么的？因为现在人讲哦，死了，我八十岁穷难死，我八六十岁死了。你知唔知我有个朋友啊，好朋友啊，
他的兄弟啊，大概是五十到六十就跑了。你知道他五十五岁开始每天提心吊胆，你知道吗？当他五十九岁的时候啊，他的他站在肺部讲的嘛，这个是我人生啊，可能是剩下不多天。他一过年六十岁了，说：“对，我赚到了。”立刻健康了？不是啊，因为他有去保健了。但是保健你要知道你怎么保健嘛，对不对？养生你就要怎么养生啊。像今天如果我们盲盲目目的养生，错了吗？钱又失去了，人又没有了，有没有听过？有。我坦白讲。有很多，像今天，如果我可以给你每一个人一张说明书，为什么我拍我一直减肥减不下来，产品没有效，不是，是你没有效，因为那个都不适合你，所以你怎么撑都不会瘦下来，因为你是错的。今天比如说我买两盒，我要省钱，我买最便宜的黑油，那辆车会好吗？不会好。像你怎么能够使到你可以在最经济最实惠的情况之下知道你将来的命运在哪里，你的寿命有多长。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你讲啊，你女儿你的命是不是你的病是不是你都八年入面你什么病都没有，你会怎样？哎，我的方向差不多了。如果现在我帮你讲，喂，你中的大腸癌的風險好高啊，咁你會點做？你係針對性調理個大腸咯，因為你知道方向咗嘛。但如果你唔知道咧，蒙查查，咁呢個技術邊度嚟啊？得我唔簡單啊！我每一年去醫院 check 血啱唔啱啊？成身 scan 啱唔啱啊？啱，幾多錢啊？唔使錢嘅。呢个医院我白开噶啦，唔使钱嘅。好啦，医院净系同你讲好简单嘅嘢，佢会唔会严重你有唔有 cancer？ 会唔会严重你未来五年入边有中风、中 cancer 或中全面啊风险啊 ？Hello， 跟住 ，Hello， 会唔会严重？比如讲你身体。OK， 我个孙，你想啊哈，你个老婆你想唔栽培啊？咁你想栽培嘅系咪？点样栽培咧？佢中意踢波，你要打边咯。佢中意打边咯，你逼佢踢波，咪教不成，点不教？不如估计嘅身体系咪系属于音乐嘅？简单咯，就顺风俾佢学音乐，佢咪成就咯。各位，呢本说明书想唔想知啊？想。而家我唔识讲，而家我唔系讲。搵一日，我哋会请专家嚟。专家嚟。啊，唔系专家，系专家。专家同你哋讲，你哋嘅身体系点样嘅？你嘅身体系点样？你嘅身体系点样噶？你要点样去照顾你自己？未来你有唔有乜嘢大问题？好啦，下一个，第二个，我哋都对接咗中国一班科学家研究出嚟嘅杀我美国人，直头杀，唔使预防嘅，直头杀嘅。系啊，咁呢个咧就系喺马来西亚喺新研究嘅首都啦，全。馬來西亞喺佢嘅手，就喺我哋生影嘅手。咁樣點樣可以攞沙哥嘅生影而轉咁樣嚟去買呢樣嘢消費呢樣嘢咧？啊，過喺十五號，我哋有一路嘅 Zoom 或者係開會，希望我哋怡寶大家自律一下，唔好俾呢個奧美安再升高，因為尋日已經四百幾咗。其實。我哋怡寶已經係過開2000以上咗嘅，因為全部積係冇去報嘅，啱冇？積咗，哎呦死我中咗喎，病住房間，直接我瀨咗嘢點搞？
哎，好多啊，我收到咗电话。郑谦，郑谦，哇，成交咁厉害嘢点搞？嗱，佢嘅电话打到唔停啊。咁证明咗咩咧？市场需求，我哋点样用大环境、Los Cacoy、新影，跟住投资公司、DNA 公司。头先我讲嘅就系 DNA， 你都知道啊。点样去了解你嘅 DNA？ 点样清楚你嘅 DNA？ 俾你知道你有唔有将来面对咩风险？如果佢幫你講，你將來你嘅血管一定會塞嘅，你會點啊？啱啊，通佢，日日攞條管嚟捅佢。啊，OK， 咁啊，而家就 stand by 啦。各位，我最後都同你講咧，各開十五號，你哋我哋一講鬆，教你點樣註冊嗰陣時，記得你註冊啊，唔識註冊嘅。嚟我哋 office， 嚟我哋 office， 我哋嘅小姐會教你哋，千祈就冇無端端殺上嚟打個電話上嚟先啊！因為個小姐呢排都幾忙下噶，因為我哋又跟緊投資啲 project， 羅斯卡區未靜過啊！羅斯卡區明年唔係今年啊，明年會發展全亞洲最大嘅湖上。虎山旅游美食文化城，全东南亚最大嘅，唔系喺三亚，唔系喺三亚，系四周都有屋咗嘅。呢个文化城咧，全部都系荣归嘅，因为而家我哋密切跟住咗啦，所以希望我哋喺2022年之前就动工 ，OK。好啦，冇講咁多啦，講咁多就成噶啦。OK， 啊，正話即其講嗰個實 Omicron 嘅產品咧，就係呢一個產品啦。OK。所以我哋呢度咧，亦都會已經成立咗一個慈善基金會，已經有一筆基金喺度。如果有親戚朋友好不幸中咗 Omicron， 可以聯絡我，第一聯絡職員，我可以免費送俾你。條件一個啫，好咗一定要做見證，你要影相同埋影一個 video。OK， 我哋講俾呢個社會聽，唔需要太驚。OK， 因為你已經有到藥啦，我唔敢講100%先。但到今日為止咧，所有嘅 case 咧都係一兩日入邊，即係包括冇咗味覺啦、喉嚨痛啦之類咁嘅症狀啦，喺兩日入邊 ，OK 啊，因為呢個係100%中藥嚟嘅，嘅99.99%係殺菌，可以噴落我哋個喉嚨。到咗嘅人咧，每半個小時噴落喉嚨三次，噴三下，兩日搞掂，味覺全部翻曬嚟啦。冇事啊，唔使驚啊，中我呢個唔使驚啊，係有藥嘅其實。OK， 呢個100%純中藥 ，OK， 冇化學藥品嘅，可以放心使用。今晚啊 ，CRKKM 嘅驗證 ，OK， 唔使錢啊，今日我唔係賣嘢啊，唔使錢嘅嚇。OK， 我係做功德 ，OK 啊，因為我哋呢度咧亦都係一個馬來西亞關懷社會基金會嘅總部 ，OK， 我係主席 ，OK， 做呢個副主席。我哋 Andy 副主席嚟噶 ，OK， 我哋抽得緊啲噶 ，OK， 我哋都有基金啦，每個月我哋都有幾千蚊美金噶 ，OK， 所以呢個基金咧係攞嚟輔助社會嘅 ，OK， 因為我生意呢個婆姐咧係每個月咧每個月都要基金蚊嚟呢個基金會嘅，所以我呢個基金會咧每個月都有幾千蚊美金，所以我呢個幾千蚊美金咧都係做功德，邊個係中咗 COVID 又好 ，Omicron 又好，唔該你哋通知我哋呢個 office。OK， 我哋會免費送俾你哋，條件一個啫嚇，要人要誠信啊，免費送俾你哋咧，好過咧要影相、影視頻，證明我多謝呢個基金會啊，送呢個產品喺兩三日入邊咧好過。OK 啊。嗱，各位，呢個就係亦都係 Lost Carcon 嘅其中一個模式啊，冇？我哋做慈善嘅，仲記得冇？啊，所以點解？我哋可以咁樣去合作咧，因為我哋嘅理念係一樣嘅。共同嘅持續社會，用著社會，所以慢慢咧，你哋又會見到係咪？羅斯卡科同上年嗰個密切合作的模式，你們就會知道
达到三赢，三赢，每个人都是赢家。我们这个老师你们看到特别吗？嗯，地王金啊，好嘞，哦，地王金啊，发啊，发啊，各位各位，呢啲入嚟如果仲未噴成身嘅，我出邊噴一噴下，安全啊 ，OK。因為我哋為自己、為朋友都好 ，OK。我哋基金會嘅副主席講句説話冇啊？好，嚟嚟，向全馬各地嘅領袖講句説話啦。Hello，Hello，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大家一齊發啊！咦，幾多個啊？我唔記得個 online 緊啊。十幾個啫。哦 ，OK。全馬各地。你好，我叫 Angel， 來自怡寶。嗯。你識講廣東話係咪？識聽啦。哦 ，OK， 有機會見面嘅以後。好。Okay。
啊，OK，拍照没关系啊，不要跑过来这边讲话啊，因为你的口水啊，OK，OK。Okay? Okay?今晚上八点了，有救吗？今晚上八点了 ，OK， 拜拜，拜拜，拜拜。